是不是先关心的自家义气义会的消息？先要来看，就是家义气的市政中心不动大楼兴建案已经延迟十多冬，含原本的建筑师到即马依然有法律诉讼伫咧进行，也未解决。家义市政府伫咧最近却来提出，希望将这个所在改建成为市民中心的想法。议员吴英迪、吴秋蝶二十二号质询，特别观察设计和预算，那是要变更的适法性和可行性。另外，议员蔡文孝则是针对着已经定到成为历史建筑的古迹公所空间，提议调向地文化产业来做规划和发展。市政中心不动大楼伫咧民国八十九年含南栋大楼整体规划分期兴建，因为文书团体争取保存原地上物家己群约束，含着向绿建筑标准设计规划过程，因伫到即马十七栋拢无完成兴建。在最近传出家己市政府有意思要调向市民中心的方向中心规划，引起议员的观察。咱这个策略绩效目标一直拢是咧用办理每栋大楼设计化包新建工程来做目标，啊，咱市政府是当时来改变来一个政策法条啊，把迄个八栋的大楼新建计划改做咧新建市民中心。这个地方是我们嘉义市非常难得的剩下一个较为大的也好，应该是要做一个所谓的地标险啊，来给市民用才对嘛。如果我们在已经拖了十年的哈啊，既然都要变成一个第二个市府大楼，那本身都是过十年来还是可以运作的哈。以深刻达二十二亿的市政中心不动大楼兴建案，不只是延迟多年，到即马含原本的建筑师阁有诉讼也未解决。议员质疑，若是要改为市民中心，设计内容含预算执行恐惊会有问题。这是来讲也做到办公大楼，因为你想来改市民中心，因为你想如果有继续这个案呢，因为这。中央对各县市政府办公大楼的补助办法内底，这都清楚的啊，都清楚的啊。你讲的是历史，我讲的是未来，啊，所以是小可。什么未来？这叫法定啦，这历史什么未来？以前这个之前中央嘛爱修法，地方嘛爱修法，这有法定，这法定有怎套？您这计划，您到中央讲的，因为您当初清楚的计划是要做办公建设，要做。市府办公大楼，哎，您即摆应该做市民中心啦。您刚好中央讲过，这预算上都没有一点有规律，我理解嘛。这个计划是要变市民中心，中央有答应嘛？刚好公布。他等于说在我们现在在重提计划，所以里面哈，其实里面我们在原报给他的话，之前都里面有提到，就是包含有一些都不会。下来一些市民需要的建设的话，它里面的重新报计划，我们曾经送给行政院过，然后这一次最新他的文下来，他已经同意，现在也只是同意去解约而已嘛。那你新的计划市民中心一告公，哎，以什么来用力啊？有了，他后他这整个是一连贯的啦。然后我们现在你正在草拟，若草拟之后，我们会报去，所以这份的机会没问题了。除了因地十七栋的不动大楼兴建案受到关注，同款限地将近二十栋，位置咧民生北路顶头的古迹公所的空间，未来要如何活化再利用，也是机关关心的焦点。目前咱民生北路这个古迹建筑使用的情况是安怎？旧的市政府调动这个地文化产业的方向，去规划发展，三分之一的查处价值。对，所以你对这个地方的发展都比较会有戏精明，所以我会提出来召集哈，那找业界、找产官协，都找产官协哈，一起来处理。那我们嘉义市很幸运，这个大同机制、大同协呢，也是先发你们这个科系一六七年的，唯一的这个茶文化跟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系，所以我想这个时机已经也成熟，刚刚很快我们认真来说。
对市政中心不同大楼基地到故宫所大楼空间，拢是位置咧嘉义市中心的精华地段，却拢面临着限制多年的命运。伊还希望嘉义市政府会当加紧进行整体的建设规划，唔通让公部门珍贵的土地资产，等到变成是拖慢着嘉义市未来发展的阻碍。最新新闻，张玉斌、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